大家好，我是爱鱼人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皮诺康尼 2.1 版本最新攻略，星穹铁道贴纸全体收集 2.1 新增梦境护照全收集第三批，最后一个 2.1 更新的最后一个。好，那这边的贴纸默认解锁的话只有1、2、3、4、5这五张，其他的我刚刚是已经摸过了。好，来，那这个的话非常简单啊，来，大家先一起打开地图，来到朝露公馆中间梦主大厅这一个锚点。啊，到了锚点之后呢，先看到小地图左边西方向往前跑，第一个，影业什么家训，然后看到小地图上方北方向往前走，猎犬家训，啊，然后呢，看到小地图右上角东北方向往前走，桌角这边捡起来，这个是什么匪墓？割什么木，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边东方向再往前走，这是什么草家训。好，然后呢再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南方向往前走，这个是鸢尾花还是鸠尾花家训。最后呢看到小地图左下角西南方向往前，这个是橡木家训。好，那么拿完这个之后呢，朝着我们的小地图上方北方向笔直往前走，最中间这一个红毯上楼。进到这个房间啊，然后笔直往前走，在最里面的这个台子上拾取一下啊，是这一张贴纸。然后呢我们一起打开地图啊，大家来到这个克劳克影视乐园上方二层啊，这个仓鼠球乐园这个锚点。到了锚点之后呢，看到小地图右上角东北方向上楼梯往前走，这边有个椅子，椅子上面捡起来啊，是哈慈姆这个。拿完这一张之后啊，我们打开地图，大家来到黄金的时刻钟表小子广场这个锚点。到了锚点之后呢，朝着小地图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大家看到这边有这个长椅，在长椅上拾取啊，可以捡到知更鸟。好，捡完之后呢，朝着小区上方北方向上楼梯，上了楼梯之后右拐笔直往前走，前方这个楼梯接着往上走。好，再往上上楼梯，然后呢在我们前方较远处的这个帐篷底下这个桌子上可以拿到我们的下一张奥地爱佛法。然后呢我们一起打开地图啊，大家来到这个艾迪恩公园这个锚点。那到了锚点之后呢，朝着小地图左下角西南方向我们往前走，在我们左边这个吧台这吧台上面可以拾取啊，这个是艾迪恩先生。解完之后呢，我们再一起打开地图啊，大家来到这个白日梦酒店限时啊，然后到这个贵宾休息区这一个锚点。那么到了这个锚点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小地图下方南方向笔直往前走，啊，前方上了这个楼梯之后啊，右转再上楼梯啊，然后在我们左手边第二扇门，大家看到左手边第二扇门开门往里面走啊，前面这个椅子上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张贴纸了。好，拿了张贴纸梦中群星到这边呢就全部收集完了。好，然后呢目前的这个贴纸数啊，来是164，那我们这个12啊，还有一个目睹这个凶杀案，我们还有这个第二贴的没完成，完成的话应该是165啊，目前应该是。好，那后面有更新的话也会第一时间放在我们的合集中，记得关注再走哦。